好，我是二娃，下辈子从外地打工回来过年。外婆说把家里面的鱼塘里面的鱼抓起来吃了，这里面黑鱼、鲢鱼什么的都特别多。现在目前为止抓到这么多鱼了，用这个小的小的背篓。以前下辈子抓鱼特别厉害，看这么久没抓了，能不能抓到一些鱼？哇，前面发现了竹子上面有一条，这里面的鱼太多了，真的是。哇，又上回条，真的是好事成双，两条红尾鲤鱼。去前面看看，咱们大表弟还在那边直播，我们继续往前面寻找，看能不能抓到更多的鱼货。外婆说把这里面的鱼全部抓起来，因为明天要请客了，家里面会来很多很多的人。哇，跑了跑，哦，不是吧，哎，这条鱼太大了。没关系了，咱们继续寻找。这里面边上那边有一条，哇，看能不能上我，上我。哇，这里彩鱼这么大，还不错的。这是暂时的收获，有鲤鱼、草鱼什么的，还有红尾鲤鱼。祝愿大家2021年年年有余，好运不断，天天开心，身体健康，发大财。